长兴机械临沂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，中国最大的板材基地山东临沂，源于母公司台湾长兴机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，主要从事木业机械整厂设计、规划、生产制造、经销厂兴、长兴、长带等品牌人造板机械系列的全自动中板拼板机、面板拼接机、砂光机、干燥机、全自动锯边机等，产品畅销中国大陆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越南、印度、中东、非洲、南美洲、俄罗斯等国家。日本三菱 PLC 控制系统。台湾台达伺服驱动系统，丹麦丹福斯液压驱动系统，德国费斯托气动涂胶，一人操作，过程自动化，节省人工。把旋切烘干后的长短不一、厚度不均、规则或者不规则中板，俗称夹心皮，通过本机的全自动作业完成宽度检测、厚薄分选、空洞检测、齐边剪切、涂胶拼接、定长剪切、自动码舵等全套程序作业，拼接成用户所需任意规格尺寸的整张中板。专用高强拼板线，齐边剪切，涂胶拼接，定长剪切，自动码舵。拼好的整张中板没有重叠离缝，可以减少断板，节省70%修心工，节省80%组坯工，节省50%刮腻子工，
从而达到厂家减少人工、提高品质的效果。